是文化节的主办公庙，基隆清安宫呢，即清乾隆四度年在幽州港一带初建，后来因基隆填海建立，迁至中二路的县址，俗称的基隆妈祖庙，也是基隆市最古老的庙宇之一。百年古庙古拙的风格有迹可循，庙中的龙柱雕刻精美，庙前的石狮浑厚。而每年的农历三月妈祖诞辰盛典，农历七月的基隆中元节，皆为地方一大盛事，也是全基隆的重要妈祖信仰中心。我们欢迎基隆庆安宫。中央家人庆安宫，天上圣庙，家人妈圣家入殿。台湾妈祖文化节会乡的现场，也感谢咱主委员的带领，带领着咱所有团队人员莅临桃园参加本次活动，继续诚心恭迎基隆庆安宫天上圣庙。感谢咱的基隆庆安宫天上圣庙，继续要来邀请的就是咱台中法人台北市松山慈幼宫，好，咱的。